然后外头他那吵多得很，到处都是。我那天可能他们在搬，我说喊他拿搬的话，我说慢点拿，我说我拿回来弄去。等他等他来弄去，跑起来跑起去。我那弄的水啊，那个水才那个嘞，那个里头泡在哈的。你也知道噻，你都看了，人家最好看的，哎呀，亲哥，亲家子叫。下次我买的话，喊他们担到，我买他们担回来的哈，拿回来就各种跑。哥哥喝大点了哈。干过绳子做饭吗？看绳子做饭，干过绳子忙得很干嘛。哦，开了开了，放慢开了，慢点爷，快点，放慢开了。那越来越少了，这是，到底过什么？哎，来，慢着哈，有点时间。那大厅就节能水泡了吗？啊，节能水泡起在楼上。哦，在楼上，那个一个套子套起来。他拿下来了不？哎呀，麻烦点喽。十多号的嘛，十几了，十几分了。十几多。十几号的。看看，你看奶奶还在水库睡啊？应该是。但是奶奶这个小姨。等奶奶醒来，你这个小姨等她睡一下。那个多洗几遍，要洗干净。那你收到没？多洗几遍，用清水多透几遍，透了过后它才没得土味。这洗的第几道了？第三道。三几道了？我那个一个人是，哎，我都是说了，我。
你要加好多盐喽？那个，那块要加2斤盐喽。你们100斤？嗯。你们100斤？100斤，可能差不多，可能有80多斤。嫩椒那些啊，花椒，啊，或者那个小米辣，那个新鲜的小米辣，红辣椒。再倒2碗白醋的料。倒2碗就了，也不加太多那个醋。实在安不到的话，等会就再接到那个那个生煎水倒里头。这个难得都可以了。嗯，这是个难得的吧？这生煎水泡起出来的就是好吃。跟它成煎。真的真的还是米粉的。来，好了好了，加点米，跟它米糊在一起搅和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放好了，刚好有一个地方。那就不能做，应该好，我们来。拿过去吧。好，改正。好好。好好好。